Hello， 大家好，我是 KNL Hobby 的小金，一个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今天啊，我差点倒了啊！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模型开箱呢，是一款合金模型，大家看一下啊，1:26的翼龙无人机啊，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无人机啊。它是一个1:26的这个合金的模型的无人机啊，是静态展示用的啊。好，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啊。哦，看到了侧面一点点的啊，看能不能从侧面把它抽出来啊，尽量，哎，可以抽出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1:26的翼龙无人机。好，看它这个包装啊，1:26高仿真模型翼龙无人机，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读一下，因为我就是开箱，是不是？翼龙无人机英文名 Winglong UVA 是由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的一种中低空军民两用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具备全自主平台，是中国无人机制造领域当家明星。翼龙无人机可以携带各种侦察、激光照射、测距、电子对抗设备及小型空地打击武器，可执行监视、侦察及对地攻击任务等任务，也可用于维稳、反恐、边界巡逻等。此外，广泛应用于民用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如灾情监测、缉私查毒、环境保护、大气研究以及地质勘探、气象观测、大地测量、农药喷洒和森林防火等。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模型的拍摄的一个实物图啊，并不是这个真机的这样一个图片。感觉应该还行啊。这款是多少钱来的？去看一下价格。这款也挺不便宜的啊，将运费要270-280了啊。好，我们把它打开啊。取出来。四边都有这样一个透明的这样一个方卡的这样一个塑料卡。看一下有没有写正反，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没有写的话，那咱们怎么开？先看一下啊。哦，这个是反面，我们看一下啊，这样的正面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的里面啊，这个是一个什么东东啊，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应该是支架啊，这里有一个手套啊，但是只有一只手套啊，这是什么原因啊？感觉我的手挺大的，会把这个手套给胀坏啊！算了，不戴手套了啊。这个是底座啊，底座的好像，下部分是塑料的啊，上面这里有好像是合金的啊，这里还有点坑坑洼洼的啊。
怎么插？这样插进来，哎，这样插，错了啊，这样。底座上写的翼龙，哎呀 ，wing long 啊，底座啊，然后无人机啊，这里应该可以把它拿起来。大家尽量戴着手套，不要学我啊，因为那个手套太小。看一下。哎，前面这个空速管应该是啊，很奇怪啊，这个空速管是金属的，但是它没有上色，大家看一下啊，没有上色，这个可能细节做的也不太好，我不知道真实的是有颜色没颜色啊，按道理应该是也要漆成灰色的吧，然后旁边是翼龙的这样一个喷涂啊，翼龙运龙。然后这边是两边是八一的军徽，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这个机身的尾部也有一个八一的军徽，然后下面看一下啊，下面这个应该是摄像有的这样一个这个叫啥，应该叫激光测距还是雷达的一个部分吧，但它这里并没有做一个镀膜的这一个处理啊，也没有做一些黑色的涂装啊，按道理镜头应该是比较黑色的啊，这里有点做的可能不是太好，这里有一个小钩子，大家看一下，这里应该是钩子起落架下来的，后面这个螺旋桨看一下，是可以转动的，大家能听到没有，然后看一下这里啊，机腹的部分，这里有起落架啊，三个起落架，这个我就不把它勾出来了，尽量保持它的原本的样子。啊，左边一个导弹，右边一个导弹啊，机腹两边也有八印的军徽，怎么样，酷不酷，把它放在这个这个支架上看一下啊，看怎么样，好，大家看一下，怎么样，还是挺酷的吧啊，翼龙的无人机应该是中东的一些国家好像有采购过，是不是像沙特，是不是伊拉克好像也有啊，今天的开箱就是这样，这是一款1:26的合金的模型啊，是中国的翼龙无人机，感谢大家收看，我是KNL后面小金，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转发关注大家如果有什么和我分享的请给我留言私信都可以，谢谢，拜拜。